中式辣香肠香辣够味，但是一次买太多吃不完怎么办？有个小秘技，不离哉，做成白酱意大利面超对味哦。准备好意大利面、鲜奶油等，就赶快来试试看吧。在煮沸的水中加点盐，放入面条煮大约7分钟，同时可以来炒配料，先用橄榄油爆香切碎的蒜头、辣椒，接着放入菇菌炒一下，再放入香肠、花椰菜拌炒，淋上白酒、鲜奶油，最后放入煮好的面条，再撒上九层塔及 cheese 粉就完成咯。香肠的辣味降低了白酱的黏腻感，实在太好吃了，赶快来试试看吧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